好玩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，就有网友说你现在已经是卖过烤串、打过农药、也搞过水产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峰峰的这网友们给你批的，中间这张图是咱们在那个停机坪上面称泥鳅，他们给你换了个背景。那个是我们上次录的，对，打农药。然后这个烤串，这三个图看完之后，峰峰发表一下自己的感受吧。这个是 P 的。多少都有一点网友的 PS 痕迹了，对，戴的那个草莓帽，对吧？但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，这太像了。这个水产也是。哎，我考你们，这三张照片哪一张没有 P 过？烤串吧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当时我们有这个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是 P 的啦，是网友的二度创作了。对，只有这张肯定是这个，很可爱。这个也 P 的，哥，这期我们看了，对，看得出来。这期我们在，这我们都在吗？李易峰捞泥鳅陷入无限循环，社交恐惧症，别说了，换下一个吧。换。